十万订阅，就差你一个。我一直努力战胜股市，无论是作为一个法人机构操盘手或是分析师，我相信只要有信念就可以实现。2020年极具意义，3月领先预告道琼指数有下跌5000点的风险，道琼指数直接跌破了2万点的整数关卡，成功保护了逻辑博弈教室的粉丝们，避开了道琼指数10天内4次熔断跌停的风险，并且提前预告3月18号小道琼三乌日的超底转折，2020年3月19号加权指数出现8523低点， RSI 创下历史新低时，公开呼吁是时候进场了。3月20号抓住联发科301元的超底转折，再度大声疾呼此时不进场更待何时。3月25号联发科三天大涨52元，完美抄底成功，大家都在场，有目共睹，逻辑博弈教室的粉丝们也在场，对我的支持与鼓励无与伦比的重要，激励我继续往前走的动力，这感觉非常美好。如今我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抓趋势赢在拐点，抓趋势赢在拐点。欢迎收看逻辑博弈，我是你在周刊的副总主编林秀峰。昨天的标题是这个带着钢盔往前走，然后 AI 我来了，结果呢就遇到了陷阱，被当头棒喝哦打了一下，说这个这礼拜叶伦呢去中国访问完之后啊，可能呢会发布哦新的啊这个 AI 禁令，那针对的是这个云端的啊这些业者哦，微软啊亚马逊啊哦这些的业者呢。让他们的这个云端的计算的服务哦，不能够租用给啊这个中国的这些业者哦，那就影响到这个创意跟四星了啊。那当然，其他的一些供应链的部分呢，也受到影响。今天的这个伟创的除权哦，就平盘做收啊啊。那盘面上面哦，我们检查了一遍哦，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外资呢终于哦忍不住了，把这个空单呢都给他，把那个多单哦几乎是全部把它给卖掉了。你看看他的一个动作，技嘉、英业达哦，所以他不装了，然后广达哦，然后光宝科哦，台光电、金元电哦，好星云、微影、华星光、宏硕，对不对？啊，他就不装了、啊。他在那个投信六月中开始结账的过程里面，他对坐啊，然后呢就接了很多的这个技嘉啊这些 AI 股。那现在呢，现在涨起来嘛，又创新高嘛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倒啊。那这个倒的过程里面，现在比较知道了为什么他哦的为什么要倒。哦，就是这个新的 AI 禁令啊，主要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所以我们也拿它没办法，因为美国就是要做一个这个科技战的一个限制啦。那当然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周刊里面哦，也有讲到这些问题啦。原则上就是一个把握一个重点啦，就是说像那个光科技有没有？光科技荷兰的光科技呢，在上个礼拜不是？有公布嘛、哦、说限制嘛，那个成熟制程的 DUV、哦、然后说管制，那他现在在卖的呢总有三款、哦、那这三款里面呢他进了两款，他留了一款，那一款呢可以做到7奈米啦，如果你多重的曝光了，就是说你的成本呢比较高啦、哦、还是可以做到7奈米，但成本比较高，效果也比较稍微差一点点、哦、就这样。那所以这个就是在整个的兵法上面哦，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些古装片哦，古装片的时候在围城有没有，围城的时候有四个门，对，他们是不是正门进攻，然后呢通常都围这两边，对，他会不会去围后面这一个，不会，他会让他逃哦，你如果让他觉得说是困兽之斗的话，那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那你让他觉得说还有个地方可以逃哦，不用破釜沉舟哦，那就那个，所以他美国那个部分、哦、你会看哦，
他做了很多的动作，可是好像有一点点一步一步慢慢的，有没有像切切切，好像切香肠一样？但为什么不一刀致命？他也不敢，因为他搞毛了，大家呢就反扑了嘛，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禁令来讲哦，那个外资他们今天做的动作是对的哦。我们先看哦，就是说上个月的中下旬哦，然后投信呢开始做这个结账嘛，然后外资就开始对做哦。那先前的时候呢，先前是投信拼命买哦，啊他加减卖哦，他所以他们两个动作哦都会。他知道说我没有买，他涨上去那一定是这个本土买的嘛，对不对？好，所以现在的这个创新高啊，他卖，那他理由就是这个可能耶伦呢下礼拜回到美国之后，然后这个美国就会有新的制裁的一个方案。那这制裁方案会真的把他掐死一刀毙命吗？台湾的媒体都写得好像哇，这世界要崩下来。天永远塌不下来了哦，一定生命自然会有出路哦。那所以呢，你看到今天的这个世新跟创意有没有？那你看到这个外资哦，外资买什么？买了智元哦，买了世新，买了创意。我们再看一下投信哦，投信的部分呢，它也一样的动作，它的想法也是金融歹期呢哦，看太多了，所以呢，它也买了世新，它也买了创意。结果这两档股票都怎么样？一个是打到跌停板，然后啦啦啦快要平盘了，最后还是掉下去。然后创意呢，也是一样，没有跌停板了，但也接近了。然后也是快要平盘，又掉下来。那他们都是留下影线，所以这个呢就很有意思了，是谁对或是谁错？因为自营商是卖的，自营商他是卖这个创意啊。好，卖创意，好，所以这边一定会有人是错的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就很好玩了。我的想法就是说，这个短线上面哦，对做应该会对，但是那只是指短线，什么意思哦？我在那个整理那个长荣的那个资料，长荣在21年的时候啊，它不是涨到这个。200块嘛，对不对？后来的这一波拉回的时候，夏天呢、啊，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就开始拉回，哦，那拉回都拉了蛮深的哦，拉了100多块 ,233, 然后拉到 120, 哦，拉了100多块。这100多块的过程里面 哦，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外资的动作，前面这边还是买，到了这里之后呢，就动没掉啊。哦，这里这三根呢都是卖，哦，这边是买，哦，啊，这边是卖，然后呢，这个一反弹上来，啊，哦，一反弹上来之后，外资是卖的，哦，然后再跌下去的时候还是卖。那我要表达什么呢？我要表达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里是均线多头排列嘛，然后刚开始拉回嘛，对不对？刚开始拉回哦，刚开始拉回的时候，大家都还敢接了。哦，就像现在的那个创意四星哦，就大家还敢接哦，所以这个不意外。但问题是这个下影线，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下影线？长荣这个下影线，十日均线嘛，哦，穿下去拉上来嘛。它如果后面哦弹不起来的话哦，弹不起来的话就有意思了。所以今天的这个弹的部分哦，你如果看进出表哦，很多的那个。你丢我捡，然后就结果的角度来讲 ，AI 股哦还可以，哦 AI 股的部分还可以，就是说这个走的都不难看啊，都在均线之上了，哦都在均线之上。那么问题是这是一个连续剧啊，对不对？哦那个每天都要开盘啊，然后不是只有一天啊，那这会是转折吗？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想的，哦因为伟创除夕秀。哦，算是满分啦、啊、哦，然后再就是这个，现增，可是现增没有那么快啊，哦，这个要送案件啊这些的，有的没得啊，所以他再来的部分就是说，我是不是撑在某一个高位，哦，就可以达到他，哦，媒体说200亿嘛，
他没有直接讲，他说以80块的这个收盘价来讲，那么可以募集到200亿、哦、所以我们就用200亿当作是一个目标、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从这个100多块然后拉回嘛到80，然后80这边震荡90，因为他打九折 哦这样子，那算是可以混一阵子哦。这个如果说不要太惨的话、哦、混一阵子区间达到现真的那个定价，我想是做得到的、哦、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头痛一点，因为距离19号苏志峰来台湾还有好几天了、哦、对，所以现在呢那拉回哦，我觉得是可以的、哦、所以这个带着钢盔往前冲之后呢，然后就遇到了这个前方有陷阱、哦、然后现在呢就只好呢怎么样先整理、哦、你说硬要闯哦，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不好说了哦，这个到时候拉回的话呢，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就会像我刚才讲的长龙有没有？哦，你硬要在那边搞，让它赶快沉淀，哦，这样会比较好。哦，那这个盘呢，没有看出很差的部分哦，就指数的角度，等一下要讲，就盘的部分哦，我觉得它资金散出来之后，它有一些好的现象，像这个重灾股是在这个世新跟创意嘛。对，可是他们的这个族群里面居然有涨停板的哦，那他居然都反向哦，哦，在那个 IP 股在涨的时候，他居然逆势下跌哦，哦，然后现在呢，他们在拉回啊，结果他居然涨上来，哦，那不管怎么样，反正总之哦，就是这个族群里面居然有智元、爱普跟这个金星科是涨的。哦、所以有一点点哦，怎么讲，在利空中然后反而是就趁机把它拉起来。哦、这有一点意思哦。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游戏族群。游戏族群的时候呢是什么，是在这个放假、哦、就是应该说投信做账了齁、哦。投信结账的那个六月中下旬之后，然后他们出来撑盘。对不对，哦，这个是在六月中下旬之后这里这样走上来撑盘。然后刚好那时候怎么样， AI 股也是大跌。现在呢也是 AI 股大跌。诶，结果它又出来了。哦，这个游戏股又出来了。所以盘没有很差。就是说它没有让大家一个感觉是哇全部都没了完了。哦，又滚了又滚了。没有。它就是诶，它继续把这个资金留住。留在场内，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哦，你盘呢还有一些股票可以做的话，这个成交量就不会太差，否则这个成交量一旦下去哦，哦，就像这样子给它给修落去哦，那这个就麻烦了。所以就今天的收盘角度来讲，还好，可是不安全，不安全，因为我们最开始的这个。预判哦，一开始这个拉回的这个预判，就是这个礼拜不要看它的话，在上个礼拜这样预判的过程里面，那么我们认为说它可能会接下来在月线这边做反弹，跟11月、12月的那一次世界杯的那一次呢，这个是一样，然后后面呢可能还有下跌，那走到这里哦，我觉得有一点点越来越像了，因为外资间把这个期指多单哦。一口气都把它给几乎平光了、啊、剩389口。这个象征的，它只是一个象征意思。它只是告诉大家说卖家卖家，但事实上喔、哦、它应该是手上的股票、哦、还没有处理好、哦、因为它已经卖了700多亿了、哦、这一阵子喔、哦、卖了700多亿。然后那个期货的这个多单呢是从14000口多然后变认赔、哦、这个出场。像昨天的时候最近这礼拜买三天嘛，买三天，然后今天就一口气把它给出掉，所以这三天其实它应该算没什么赚啦、啊哦、然后就把它出光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本钱收回来、哦、安全第一，大概他的想法是这样，然后现货在那边卖、哦、所以我觉得、哦、接下来部分就是要看它会不会转空单啦、啊哦啊、如果转空单，它在这个位置转空单、哦、就不行了、哦、原本我们是希望它在涨的时候转空单然后被嘎空，可是遇到了这一件事情、哦、整个多头没有量，
今天一量一缩下来，那个士气就打坏了。打坏了这个地方如果做空单哦，大概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在月线这边的反弹，只是为了让你调整这个股票，它不是要真的创新高，然后它接下来呢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下跌，好，会像这个11月12月的这个地方这个下跌的部分。那下午盘的这个期货的部分开出来不太好，就这样子，那这个就不太妙了。不太妙就是说，因为它这里有缺口啊，你有没有看到？它下午盘这边呢，它直接开低嘛，所以它这里有个小缺口啊。那这小缺口，你说这些均线什么的，不是哦？那个，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位置的 K D 哦，它在这边勾上来，通常很容易，如果没有一口气上去的话，就会拉下来做打底，两只脚。然后在第二个就是因为一开低之后啊，这一开低呢，这个地方的均线我弄给你看，我给你放大一下。上一次的这个这是12月15号然后它在这边嘛，然后上面是十日均线嘛，跟我们现在这个蓝色的这个十日均线是一样的嘛，十日均线，然后它就是要往下嘛，对不对？然后你看到这个现在的扣底值在哪里？十日均线的扣底值在这边高位这是6月20号然后即将要开始往下嘛对不对？然后上一次的这个地方呢在12月15号然后你往回算10天嘛就是 1,2,3,4,5,6,7,8,9,10 所以它也是在一个高位，十日均线的扣底值也在高位嘛，然后即将要往下，对不对？然后你看到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因为成交量缩掉没有那个往上推的动力，然后遇到了均线的一个往下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消息面啊怎么样啊，然后这边就出现到一个缺口，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你就会去看12月15号的后面，它接的是一个往下的缺口，所以这个地方呢下午的期货盘这样走就不是很好了然后我们在群里面的时候就这不是马后炮群里面的时候这个是就跟大家讲因为接下来的部分它会进入到那个多空的转折啦就是九点钟方向17020然后往上就是17150然后往下就是16920就是在这个区间呢要准备做来回的测试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连续两天的高点都在17150这边遇到压力，所以他确认了上面有压，所以他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他要测支撑。那今天在测支撑的过程里面呢，还算勉强。你看这17020嘛，对不对？就刚好是我们的这个九点钟方向的多空十字干视角。那问题是它的名字叫做多空十字意思是说呢，这个地方要开始面临到转折那通常因为以我的经验就因为我都背用背的，我这个人比较笨然后没有办法那个，所以我都用背书的这样子，就是这个地方就很容易经不起利空。那我一看呢，我看这样子就不太妙所以在群里面就先写了那个观点了。那个观点就是这个地方呢能够区间最好了那往下测呢也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一旦往下测，今天是周三嘛，然后又往下礼拜四又往下，那就表示说这个礼拜的周结算转空单嘛，下礼拜的礼拜三呢可能也不会太好就会变这样子。那下礼拜应该是还没有公布那个通膨啦那整个来看的话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明天要公布那个大非农啊，月初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有一点点小麻烦了就这样子。好吧，那么这个位置来看还是有一些多啦除了这个游戏然后军工跟生技都有一点点有一点点。那么对我来讲就是有一个族群蛮特别的虽然说那个中国他用那个稀土来做一个反制。
然后稀土呢，台湾其实没有啦，哦，没有相关的。那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涨停板的股票，这我觉得完全都是大家，反正大股市哦，有时候呢是很有想象力的，就像那个美食有没有？哦，美食有一个是时间的时，有一个是吃东西的时嘛，对不对？啊，那有时候我们是讲生计的，就会涨到那个餐饮的，哦，是这样。那它的名字叫材料，因为现在那个稀土它就是一个原料嘛，对不对？但跟它没有关系啊，哦，那个就扯，那也是复合式的什么东西啦，哦，化纤原料，哦，半合成的纤维，可是当然它业绩也不错啦，哦，就是供需的情况，哦，那问题是，我觉得大家有一点想象力丰富哦，只要是那种名字里面有个材的哦，材料的，哦，都当作是那些原料，我觉得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也涨啊，哦，然后这个达新材料啊，哦，这已经涨一阵子了，啊，反正也涨啊，哦。那所以我会觉得哦，会有一个那个，大家会去探索啦，探索说这个稀土牌打出来之后会怎么样？那我的观点哦是这样子啊，他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有库存。今天的媒体也讲了，我们的那些什么文茂啊、全新啊，或者是这个他们的买进的这个基板的部分哦，是从日本啊、德国他们那边来，所以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可是你要知道，像那个电动车哦推出来之后，然后怎么样？后来大家就发现说，重点在那个电池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就是那个锂啊，哦，这个那个锂电池嘛。那那个锂电池的怎么样？就大家就开始哦布局，开始抢那个锂矿，结果那锂矿呢，后来怎么样？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所以今天的所有的资料里面，就是在讲一件事情，它那个受管制的那个钾跟那个锗啊，就是这两个元素，它们也是有报价的哦。这个报价呢，现在是小小的啦，还没有那个很明显的趋势说往上涨，可是只要时间拖久了，对不对？他刻意的调整那个供需，对不对？你的库存耗到没了，对不对？哦，然后再来就怎么样？心理的那个通膨都是这样子嘛，就加加薄啊。所以你像那个航运的那个报价有没有？为什么会变那么高？因为就不顺畅嘛，所以我就重复下单嘛，对不对？那一旦那个大家那种囤积的心态一旦起来的时候，事情就来了。那现在他摆明的嘛，摆明就是你掐我的这个半导体，那我就掐你的原料啊。虽然这些原料都可以替代，哦，但是它的这个功能上面哦，效果都还是会有差，而且替代的东西也会比较贵，哦。然后你说啊，这个别的地方也有可以开采什么样子，因为它是那个生产里面的这个复合的，就是连带的那个东西出来嘛，哦，你这生产那个锌啊，还有这个氧化镁啊，然后这个附带的那些副产品的部分。但是你要知道，就像那个石油有没有？为什么还是要看中东？为什么那个美国的那个这个页岩油哦，还是呢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为什么？因为它开采的成本高啊，哦，那你油价低，那你叫他们那些美国的页岩油的业者说啊，赔钱下去挖，怎么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你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同样的啊，这些东西也是有替代的。问题是那些欧美国家，哎，贵松松的成本，怎么去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可以啊，这个中国那边它可以变成是比较大的这个市占率，就是因为它成本低嘛。对不对？那你说啊，大家可以开采，那赔钱的事情谁要做？所以它同样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时间久了之后，会有那种那个惊无的那种恐慌心理就会来了。所以这个是我看起码要一年以上啊，哦。但是问题是股票市场啊，哦，它就蛮想象力丰富嘛，对不对？它就先炒了，只要有个财的，它都大涨。哦，然后这个金城如果说你还有印象的话，它特殊气体嘛，哦，那时候俄乌战争的时候不是说那个半导体那个什么特殊气体有没有
哦，然后那时候涨一波嘛，21年呐、啊，去年22年，22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哎点点嘛，对不对？啊，现在俄乌战争也要结束啊，哎，可是问题是它也不太跌啊，哦，然后业绩也的确在去年的时候的确就是好啊、哦，因为搭上了那个东西嘛，啊、哦，那问可是这个也就变成是一个战略的东西啊，所以现在就大家会去盘点，盘点什么？下一招，因为他们两强还要继续在那边对阵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还会再掐一些东西。所以中国那边没有什么技术了，他有的就是那些资源呐、啊，原物料的资源呐、啊。哦，所以我想、哦、这个这有一些那些化工的什么微博哦，可能会乱群魔乱舞一下。我在猜啦，这样子哦。所以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盘哦，重点就是。多头他从 AI 那边退出来之后，但是他没有打算哦，就是跳滚白走啊，哦，所以他就还在那边转，还在那边转的话，那这个盘就还好了，哦，可能指数会跌啦，但是上柜这边看起来就还可以，哦，所以我想这个盘是要陷入到整理没有错，可是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哦，这是要表达的这个重点啦。好，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分享到这边。那持续关注我们这个熊海五苗虾台湾某出名的秀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哦，烦死！每次下班前来叫我做这个做那个，每天忙到没时间吃饭，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摊子。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所以你需要的是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从总体经济、股票分析至根本，再到实地走访产业，理财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加入理财周刊，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